我是今天的播报员 Mabel。 如何为人按手祷告的课程将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恢复上课，所以请有上课的弟兄姐妹要多注意啦。 M4J 特会您报名了吗？40元的特价优惠即将要截止了，如果弟兄姐妹在今天报名，还可以享有40元的特价优惠。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在22号报名，报名费将会提升至50元，甚至60元。在此，我们也鼓励没有办法参加日间特会的弟兄姐妹参与晚上的培灵会。这是一个生命突破的时刻，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了。KK Delight Cafe 在多种因素考量之下，决定从11月开始不在星期日营业，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。最后，在聚会结束之后，请各小组的正副组长到台前集合，教会的教牧处有事情要向大家报告。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赞美家事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。